佢就嚟敬啊，九点二十三，佢讲：，比丘们，我爱格鲁人，这里教的情形，啲贪升起来啦，听好好来，注意好好来，我讲。他们是在教的情形，因为贪升起来，因为贪有对还是错呀？因为对有贪，因为贪有决定，是讲决定爱按照做按照用的那么行。因为决定有满意，因为满意有执着，因为执着有修还是逃避，因为修有住宿加初心。因为住宿有过过的物件，因为过有小骂讲错话骗话小拍伤人等等的恶业，这里比丘们是在教的情形的贪升起来啊。这里经是甲咱讲啊，讲咱那是有贪啊，伊这里堕落来啊，这里贵的情形啊，伊住言呢，搞个咱。有物件了，咱要过；个人，你若是想别人要摕来物件，你就甲人笑骂、讲错话、骗话、笑拍伤人等等。